我们前面讲完呼吸作用啊，一旦你的这个细胞缺了氧，那我们的丙酮酸盐不能进入到粒线体，它就会留在细胞质。那留在细胞质的这个丙酮酸盐呢，必须要转变成往上变成乳酸，或往下变成酒精。好，这个过程呢，我交代一下发生什么事哦。丙酮酸变成乳酸是个还原反应。我们刚好前面有提到那个，我们讲的是乳酸变丙酮酸是氧化，那丙酮酸变乳酸当然就还原喽。还原必须要耗掉 NADH， 因为必须要 NADH 丢电子给你嘛。好，所以糖解作用再来说产生两分子 ATP 跟 NADH， 结果在乳酸发酵时会把 NADH 耗掉，所以近反应只产生两个 ATP。 同样的，丙酮酸呢要变成仅酒精发酵时，它会先丢出二氧化碳形成乙醛，而乙醛变成乙醇也是个还原反应，也就是必须要耗掉 NADH。 那你在糖解作用产生的 NADH 就会耗掉，所以发酵作用只会产生 ATP， 不会产生 NADH， 因为在还原成乳酸或还原成乙醇时，这个 NADH 会耗掉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两种发酵的比较哦。我们来看酒精发酵，酒精发酵呢主要发生的生物是一般的细菌、酵母菌跟植物的种子、果实跟缺氧的根茎，指的是植物的身体。好，但如果是乳酸发酵呢，常见于乳酸菌跟骨骼肌细胞，骨骼肌要是动物的。好，在这边有发现差别吗？细菌包含一般的细菌跟酵母菌都有，也就是细菌要看种类，一般的细菌可以行酒精发酵，而乳酸菌是行乳酸发酵的，酵母菌呢一定是行酒精发酵。所以你看人类拿酵母菌酿酒做面包，都是为了产生二氧化碳跟酒精，二氧化碳把面盘变蓬松，面包变蓬松是为了做面包，酿酒就是为了酒精。好，接下来是植物的无氧的状态，就是发酵，植物的发酵是酒精发酵，动物的发酵是乳酸发酵，这点很重要。大部分的动物是不会行酒精发酵的，如果人会酒精发酵就很恐怖咯。你之前出去慢跑，肌肉骨骼肌缺氧，你边跑就边懵了，对不对？跑步十倍零检，先生你喝酒怎么出来跑步？反了，我不是喝酒出来跑步，我是跑步才造成喝酒的症状，这样很恐怖耶。就是可以想象一般人去夜店喝酒狂欢，不用放重金属，而是一堆跑步机在上面奔跑啊，跑起来 ！1-2-1-2， 越跑越嗨，因为我开始酒醉了。会这样吗？不会吧。所以动物的骨骼肌在无氧发酵时是乳酸发酵，而乳酸会造成骨骼肌疲劳的。好，是这样。好，那酒精发酵产生酒精跟二氧化碳，当然产生少量 ATP。乳酸发酵产生乳酸跟少量 ATP， 它们都在细胞质进行，后面是反应式。首先呢，先进行糖解作用，葡萄糖分解氧化成丙酮酸，葡萄糖分裂成氧化成丙酮酸，产生少量的能量，少量的能量就有 ATP 两个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把这个丙酮酸盐转变成酒精跟二氧化碳，那这就是酒精发酵。如果把丙酮酸盐变成乳酸，那就是乳酸发酵了。好，各位仔细看这两个反应式，这个叫酒精，生物老师喜欢叫它酒精，酒里面最精华的成分酒精，但化学老师会说哦，两个碳乙有醇，乙醇。那这个呢，乳酸就是乳汁发酵后形成的酸性物质叫乳酸，生物老师喜欢称它叫乳酸，但是化学老师会说一二三三个碳丙啊，丙酸什么呢？丙它有酸，所以是类似丙酸，但这边是醇基，它叫丙醇酸。好，我们画一下结构，丙酮酸长什么样子？画一下，一个碳、两个碳、三个碳。丙酮酸有酮基，然后有酸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丙酮酸的样子啊。但你把它变成中间那个酮基哦，变成醇了 ，OH， 然后上面的酸仍然是酸。那这不就是丙醇酸了吗？丙醇酸就是乳酸啊，你看分子结构，就是一般三个氢 OHCOH 就是丙醇酸。丙醇酸可以听得出它的分子结构，但乳酸是生活中它常在乳制的发酵品中发现的。好，以上是酒精跟乳酸发酵的样子。好，我们来总览一下，如果是有氧呼吸，第一阶段形成丙酮酸产生少量能量，然后第二段进入到粒线体完全氧化分解产生大量能量。但如果是酒精发酵，只有在细胞质进行，像这个在细胞质进行糖解作用，第二阶段照理说要跑到粒线体去，粒线体可是发酵作用呢，因为缺氧了，所以不会进粒线体，全部都在细胞质进行。
好，那它的反应其实过程是蛮单纯的啦，我就先请糖解作用形成丙酮酸盐，变酒精二氧化碳，或是丙酮酸盐变成乳酸，就分为酒精发酵及乳酸发酵了。好，那这是它的比较、哦、有氧呼吸呢都是以葡萄糖为开头，发酵也是一个需要氧，一个是没有氧，那有氧呼吸完全氧化成无机物，所以放出的能量比较多，无机物所以产生能量比较多，但是发酵之后呢会产生酒精或是乳酸这些有机物，所以放出能量比较少，那发酵作用都在细胞质进行，你看全部在细胞质，那么有氧呼吸呢先在细胞质做糖解，再进入到那个粒线体做完全氧化，所以它有两阶段，两个不同的位置来做发酵。好，以上这是对于有氧呼吸、酒精发酵跟乳酸发酵的各种比较说明啊，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得出来它们的差别。